也是还叫顾伟啊，这个你们的学长呢，啊，今天要把他这台拉出来处理。嗯，我印象中里程数有点多了，哇，里程数刚好，反正符合我的38。哇塞！我换小陈看一下，这比外箱还大嘞！赞啊！这个油管要换，一名排气臂的，六块六，加油管哦。因为这个放久了，它会从这边有，你看前面这边已经都裂了，嗯，这个就会开始裂，到时候就会漏油，没满也会漏，有没有？它在最低的位置，它是鸽子啦，都烂掉了。它这个前挡没有贴了，就上面这一个这一节而已，一样用个天天架，好不好？哎。你刚干嘛？我外挂啊！我那个吹归你一边。耶，好了，刚试车试完了，底盘还不错嘞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主打新公益车了。喜欢的话就赶快可以下标。我就觉得是一个心意了，六万、八万、十万、一百万我都不会介意的。爱心是无限的，好，不要用金钱去设计它。我要来去吃饭啊，好，拜拜。风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，风爸买了不怕会算盘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，今天公益车飙到了那个要来看的，我们这次有先处理了，你看哦，外表还是差不多了，主要是你看，哇哦，五块八，换了耶，方向盘也好了。对，反正还用的啊，这个我们有稍微在处理过了。他会不会看到吓到？哎，这不是我的那一台，有可能。哎，他这样不要用哦啊，那差啦，留一点不完美给他嫌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再回来，还是要会在这里。好啊，我是请客人来，马上过来。好，现任车主到了，肖先生啊，你可以先看一下车。走吧，我们去试车。你开车 OK 吗？不 OK 哦，喔，啊，不然我载你啊。他可能也是要回去练习的车。练车。耶，已经跟车主有稍微沟通一下哈，我们自己要用的项目可能大灯啊抛光一下，那格子可能要重贴，好，它主机要升级，它装前后吸入器，轮胎一定要换的了。他刚好讲到那个冷气，冷气那个通病啊，这台算很好了嘞，它不会这样哇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连一下就好了。我们就开始，那我们就对，好了，感谢 OG 赞助方向盘，去过去给它弄好，打回去都在倒后了。哎，这个是有 key 啊，你知道吗 ？key 就像齿轮一样，有没有？齿轮，这边也有齿轮，有没有？哦，它里面也有。对，其实这边有做记号，我有看到。你这边，你看，它对准了，有没有看到黑的两点？啊，对准，差了。好了，哎，这就是咱你刚你讲的喇叭，一定要去查，查了按着倒来来摸啊。哇，就这么的简单。面，我基本上就看到那嘞，它是旁边两颗而已啊，看得到吗？它是锁住而已啊。好，可以，耶，方向盘弄好了啦。再次感谢 OG 方向盘赞助，你看，耶，又一支，很热血，难怪人家说有温度就是这样嘞。好啦。Seem like I had a good sleep in a long time. Smoking and selling, drinking and driving, paying attention to road signs. My mind go down bad, brain cells getting hog tied. Still worried about the lifestyle, how I want it all and it won't mine. C4K trusting no niggas. I don't have love for no bitch.
Keep all your hugs and your kisses. It ain't no leverage for me, it's just better for business. They playing my songs on the radio. A nigga had radio wishes. So people gon' hate, that's the way it go. They wish I ain't stayed as committed. Came in the game tryna make a name for the rain. I play for percentage. I wanna wake up to some millions. I want them to think this a rental. I want that global exposure, cause I'm not the monkey who stay in the middle. Hate the way they portraying me, nigga. God damn Lord, will you pray for me feeling? I met plenty who say they was with me. Ain't no way in the day I forgive them. Coke or Patron on the way to my liver. Roll up a blunt, find a way to forget them. Send her the dick, hope she know I deliver. You eat the coochie and booty for dinner. I'm not a pimp, baby girl, I'm a killer. Pistol tucked in like a motherfucker splinter. Come from the pistol, made runs in the center. Money in my mind, no flash. Money in my mind, no flash.你看，头台这一款啊，它这一批它螺丝做这样，一般通常都是没有这一个，直接做正件木，做得起啊，练筋瓦那条，它是这一个像套筒一样，这一个要拆链来对固定的啊，这个锁紧，还用一般的螺丝。坏了，去拆了。啊对了，一般是这样，哇，它做法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这一个换了，你用这个锁一连起，你看你看，接着刚刚像垫片啊，我差一点接中脱掉哎，好，不然你再看我，看那个。如果你锁这个锁上去，它那个空间太大，它噔噔噔噔噔噔的连起啊，已经锁了变哪里嘛？这个就是垫片，可是你如果说起连。因为洞太大，轮胎会上下的话就松动，所以这就给拐拖到这个螺丝的下面。假设你改装要改原厂，要买螺丝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好，哎，我做了竹蜻蜓啊，降落下来了。烤耳，我来帮烤耳先撞一下。还有拿这个汽油管，我想说，很像啊，蛮像的嘛。汽油管不是有裂的，万一没有弄好，油老完了也没换，所以危险。我们这个等一下也会换掉。他每次都很有心，都会写。他要写这些字才有保固，所以这是保固卡。哎，这真的耶！很辛苦，做刚才做碎的吼。他考了一家普拉普的店，普拉普的店，这一头就是差普拉普了。点火在里面。其实这个之前已经花了蛮多东西了，你喜欢搞我拢做好了，底盘啊、避震器啊、眼睛卡啊，做了就放了，放了放了就忘记了。台上你会不会还有一台车你都忘记了？有钱到一个地步你就是忘记了。很多那种爱车不是放在里面都忘记了嘛，灰尘很厚那个。噔噔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应该赞了呀，一触即发。OK， 好了，再来就是保养换油管，就这样。真的要保养电池干嘛？刚刚都有量嘛。对，我写说电池量好，哎呦，很鲜艳。那就应该剩下机油、空气芯，还有后面的油管。太赞了，这个螺丝有空气。希望不要我拆下来就滑牙了。有换过螺丝，代表之前牙有受过伤。想要看一下里面，等油漏完才看得到。猜猜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毛？有啊，整个毛都是。先把它弄掉，不然这个实在是，到时候跑进去。太干了，里面牙都受伤了。最外面这一圈，牙跟牙中间是不是就错位？最外面这边，对啊，这个应该是有崩过牙才会变这样。就是慢慢剪，对啊，那这个要怎么办？这就是只能用这个，它空过牙、啊，只能用这个先锁啊。只是要把里面的一些牙要清干净。只能这样了，有差一半，所以先把这个垫片弄厚一点，现在直接锁上去。现在是看它锁不锁得紧。我们换了一个新垫片，锁紧它就不会漏了。对哦，正常锁紧就可以不会漏。哦，会紧哦，哦，好紧了。啊，换后面。有，已经差不多开到快见底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是它的螺丝不好拆。这只就难拆了，你看。哦，在这兒啊。对啊。
工具要怎么进呢？没有那么小的工具啊，到底是要叫人家怎么拆啊，还是永远都不会坏？松一下，老板。哦，可以松了，可以松了，可以动了。好了，我们要把它拆起来了，小心不要被油喷到。这边拆下来就知道会不会漏。好，会漏，用喷的哦，你要小心哦。什么？等一下，这里面还有很多油哎。这很多的油表都不准啊。真的有亮灯吗？大哥说亮灯。看你们是不是看错灯？怎么可能？还很多油哎。走吧。不会吧，太惨了。对，好像有点长。对啊，这可以长吗？裁是可以裁啊，只是怕裁太短。哦呦，差不多咯，先把这个缺口剪齐一点。哦呦，差不多了。你也没办法锁超过，因为头上的油管是这边有挡，这边有挡，锁到这边就是底。看一下它的冷气芯，啊，哇，我靠，记录应该没有比这个脏，这应该最高记录了。空气芯有备货，冷气芯就没有备货。会漏就会慢慢用滴了，就等个十分钟，有漏它就会滴出来，没有就不会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没有漏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了，搞定。先去加油啊，要试一下。啊，加油的时候再看一下这边会不会漏，应该是不会漏啦，因为都束很紧了，只是还是要加油看一下。都没有漏，两边的头都没有漏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它藏在这边了哈。好，装就好了。耶，搞定，收工，开吧。耶、yeah! 欸！最后一刻，我本来以为快关门了，我就赶快跑过来了。好，这次就两个而已啊，这次我们跟新车主，感谢廖先生参与这次。肖啦，哎、欸，肖啊，感谢肖先生。好，总共得标是95,000，其实这次都没有花到什么钱，只有保养费而已，还有那个油管我们要换掉了，所以一个人大概46,000块。捐给好社团法人，好好爱他，好像是动物的啦，他是那个动物的他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！你看他还没打烊，我刚刚好紧张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喽。好，喜欢记得帮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, ，拜拜。Avia Mobile 周边机器的 top brand 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，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啊，小心开哦。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耶，赞啊，完成，交了一台。还有一台车要交，好了，交完了，是吧？享誉国际哦，这一以前是这一栋是最高而已啊，现在你看大旁边的那一栋，对啊。
我一直看过去那个板子有没有？嗯，有啊，好像安全带给谁丢的在啊？啊对啊，后来发现人家是造型，远远看过来就是变形了，现在要回去了啦。造型，有没有造型？对不对？啊，人家害人家房子掉价，我擦背啊！